那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开始访问，谢谢。先问床戏，对，先问什么？一来就很多场床戏，床戏，床戏超多的，有一场你主攻的，先从那一场开始想。会很尴尬吗？那时候熟了吗？我主攻，然后但我甩头离去的那场，就是在旅馆那一场，前面幻想花的，对，就是梦境那场，梦境那场，春梦，春梦那一段，春梦对，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因为导演啊，工作人员他们都其实事前都有拍了 demo 给我们看过了，所以我们是先看了，想要正式开始拍的时候想呈现的感觉，所以有请另外专业的动作指导老师，我们有情欲系的指导老师，对，然后因为我说一点点吧，因为这个戏确实是有好几场，都是比较热情一点的这个戏，我们希望在那个内容上有一些区别，然后更准确的能够表达到两个角色之间的那种关系跟互动。所以就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想说我们可以请一个情欲指导的老师来去做一个动作上面的设计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会先按那个讨论设计的先做一个 demo，然后再给演员看，然后再来调整，因为这样会让他们更安心去做这个表演。因为虽然是床戏或者怎样，可是他其实在演员的角度来讲，其实这个也是戏里面的一个表演的一种东西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更专业的，更让他们安心的去专注在这个上面。那他们是看了影片就接受这样子，还是有自己在做一些调整，就是说我不要这样子？我们都会讨论，有时候有一些，因为有时候是一些很微细的动作，对，那演员们也会有很多 input 给我们去调整，对。所以拍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熟了吗？我们其实还算是蛮快就熟了，蛮快熟了，对。对，因为李成斌说韦宁不好熟，一开始很难熟，你是怎么攻破他的？我觉得还好。啊，我攻破，他就是没有想到攻破，李成斌又想太多，没有啦，因为我觉得我跟陈斌是因为我们的角色跟故事基本上就不同，那我跟浩森的话，我们也是因为角色跟故事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立刻要建立起来，对对，很恐怖，那你是怎么建立两个人的关系和熟悉度的？那你怎么去释放一些友好的气息吗？就是在现场聊天啊。其实我们两个那时候开拍前就是一起聊过剧本、吃饭、吃饭啊，就其实也我觉得是没有想太多。对，编排上我们是有，其实你们没发现哈，我们编排上是有设计。编排什么？就是那个先拍哪一场情欲戏，到哪什么时候拍哪一场，其实。我们是有编排的，慢慢暖身。对，就是，对啊，要让你，因为不能讲太多，讲了之后你就会有那个东西卡，对，准备了。所以当时其实我是故意不讲，就是把最生疏的那个我们放在最前面看。这样就你们就有那种很生疏的感觉。然后慢慢的，慢慢的很对，然后那一场戏是某一些戏是特别是很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把它压在中间或压在后面。OK， 其实我们是有安排，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你。那可是拍戏的时候要求清场，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是说要求清场吧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基本的，大家都是想要一个互相保护，然后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，对，放心的去演。所以对啊，然后旁边人都保护着这两个演员，所以我觉得
我对啊，我们就很放心，其实也没有想太多。然后再加上刚刚导演有讲说，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虽然我们有看了那个 demo， 可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是会依照就是现场的场景、道具，然后再去做不一样的动作编排，就是它是会改的。然后还有气氛啊、氛围啊、运镜啊，所以都是只是有一个基本的在那边，然后我们都会做改变的。防护措施是基本的，一定都要做到。然后再加上摄影师啊、导演，他们都会帮你避掉可能会穿帮的镜头。那就算穿帮的，其实也不会用，也不会也会剪掉，所以都很安心啊。很安心啊。不会，这种戏千万不能 NG。这种戏就是一次，最好是一个 take 就拍完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情感然后状态是最真实的，然后彼此之间这个，通常这种就跟打戏一样，然后要被打巴掌，就是一次，就是你最好就是来真的，你用力打一次 OK。我觉得是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是吗？好像妈妈有打他巴掌。对对对，现场是。也是一次打真的还是假的？打真的灰，但是没有实的打下去。嗯，就是因为镜头还是有角度嘛，所以还是有借一下那个角度。这边对，这边有碰到。嗯，可我还是很怕会抓伤他的脸。对啊，因为一瞬间还是会很容易。我感觉好像是真的打呢。真的吗？你感觉是真的？我觉得是真的打呢，当下真的。就当然你可能那个力度我隔了看不出来，对，那个那个是就他的反应也做得很好。所以只打了一次吗？还是有 NG？ 好几次吧，几次？记得好几次，两三次，真的没有没有很多次吗？不能打太多次。嗯，也可以了。不，主要是打那个表演的反应不一样。对，你太多了，你有预感了，就习惯了。对，你就习惯。就是其实那个戏我们也希望他们有很多初次的感觉的东西，不要。我们就算排练现场排戏，有时候也不会说刻意排很多遍，除非很复杂那场戏，否则就是让他们会有一些。新鲜的感觉。那浩生，你那个吻戏在拍吻戏之前有做什么工作吗？我觉得我都会，就是会。你都会干嘛？没有，就是会吃完东西刷牙，然后会吃一点薄荷糖。对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对对手的尊重，对吧？第一次拍尺度这么大的亲密戏？对，是第一次。那一开始看到那个影片示范影片的时候会吓到吗？其实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吓到了。然后我就对就一直问自己的朋友说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就剧本真的就很猛。那 NG 会不会？其实还是有 NG 嘛，就是有时候那个像我们需要配合，因为有时候要配合那个镜头的移动，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要在床上滚，但是你知道当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不太好滚，或是不太好起身，就是你要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然后他又要唯美，所以真的就是一切没有那么顺利，其实对，然后练核心。对，真的是在，其实在健身，其实整趟过程就像健身。那亲男生跟亲女生有什么不一样？亲男生跟亲女生，其实都一样，其实都一样，真的。触感都一样。嘴唇都软软的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该怎么回答？对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爱的本质都一样，所以亲手。爱的本质，对，对。那吻命本身是你自己的女神吗？就是怎么再次确认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刚刚演那个亲密戏，你有没有
很兴奋吗？就是会，其实一开始真的紧张啊，真的紧张。对，然后其实一开始吃饭的时候，我也真的就是蛮害羞的，但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你只能更认真的把自己准备好，就是不能让女神失望。这样，这样。就就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抱歉。就那是张一翔，不是我。那是陈梦云，是我。对，所以老公没有来看过班吗？不会。那你跟老公报备吗？不是有开床戏的时候？这大家都同一个工作，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去说嘛。因为有的时候觉得特别说好像反而更奇怪吧。对对。那他有看了一些现在播出的？网络上有一些新闻，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看到，但我们并不会讨论。我先自己审核完之后，再决定要不要。对，先自己审核完。啊？先自己审核完。你们都一起下厨？对啊，最近好像有一起下厨，对不对？很难得跟老公一起同框。嗯。最近老公的事情回来，我们就不在。好好好。就对啊。就还是这种特别的事情，让我们纪念一下。也没有，就是刚好，我觉得就是随心所至的，就对。刚好心情比较好一点。也没有心情，搭错电话，有可能吧。就觉得这其实也是平常日常我们的生活，就。是日本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在日本的时候，就等于是疫情后第一次出国。开心吗？不觉得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就是这么久没有出国，是你们两个第一次出国吧？没有一起嘛，在一起之后没有出过国。对，这个台湾就害羞了啦。所以算蜜月吗？就是一个小旅行嘛，我觉得因为刚好大家都有时间，而且最近好像大家都很多人都有安排，刚好一段时间，对啊，大家都有安排，看到很多，大家都有出，对啊，出去旅行。那士林，你这次是有反派吗？突然画风一转，怎么想到说很远，射程很远？哎，要那个照顾一下。不会了，没事，因为没有什么好照顾。就这次的角色也是一样，很比较阴森吗？阴森吗？应该不至于到阴森吧？就是心理状况比较复杂。没有啦，还好。没到阴森，没阴森是。真的很害怕又入围，不知道明年又入围，现在会不会？不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！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，对，就是，题材有趣，然后对手也都很棒，就我自己啊，就是很开心，没有特别什么。你现在手上到底有几部戏啊？你现在手上到底有几部戏？手上到底有几部戏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像每部戏都有你。没有，没有。一部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在拍。那个，我现在啊，靠这个拿过，就是医生。好，两部。两部。不是，因为我算少了。啊？
算早了，最近我觉得很多是每部几乎每部没有啊，马上又一个上的迪士尼。哦，那个是之前拍的，对，犯罪故事之前拍的。所以你拿影帝之后，真的酬劳到现在都没交。没有啊，合理的，而且我会看有些戏比较，有些东西比较复杂，或者是这样做事情，但其实基本上我们都还是都是看题材有趣，然后就是跟对手有趣，然后跟团队就这样。哦，当初也是觉得哇，原本我觉得跟刚刚私底下跟我们在聊有点像，就是一开始以为是很单纯的校园纯爱的，就是那样，不然会怎么样？那就因为它有一些不一样，它加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，然后所以才觉得哇，也太有趣了。我今天第一次看到片花，我还蛮除了新鲜之外，自己蛮震撼。因为我觉得导演跟幕后团队真的也很辛苦，因为跟我想象中的画面，跟当时在拍摄的我完全不一样，我真的想不到，很棒，我还蛮震撼的。整个如果以刚刚的那个片花来看，是整个那个对景跟节奏，还有配乐跟后制，连片头我都想不到会这么，我自己蛮喜欢看那个片头，对，觉得哇，好有创意，然后又符合。作品的调性，对，教室这样子去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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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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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追求的好神或者什么的，那你自己对那个就是感情的态度也是什么比较开放吧？开放，对，因为我本人嘛，对，哦，我在戏里面是乙官的角色，但是月可能是乙官的，所以就比较也不能怎么样，但是非常嘴硬，他就是为爱往前冲，然后但是现实生活个性也蛮保守的，虽然长得不像。之前发稿上有讲说你好像也有谈过师生恋，对，可以再讲一下，那是比如说有交往多久吗？嗯，第一段是师生恋，那家人知道吗？知道，然后他是我家教老师，所以一定知道。教教，结果嘞？结果我也在一起蛮久的，后来就分手。交往多久啊？交往七年。哇，差几岁啊？4岁。哦，那还好。好像有经历到什么？哦，就是入社会前。入社会前。感觉好生动。入社会前还高中，差不多的是。大学还需要家教吗？高中衔接大学。哦。对，他有大学时候是高中。之前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有很多当时已经谈好的案子，它的时间变动幅度比较大，所以其实到明年都它移到明年，对，都移到明年，所以有些事已经对，所以也不是我们确认要，所以明年之前都不会干。明年，我觉得明年有点难，明年有点难，对。怎么了吗？哦，你要先有想参加是不是？共感力太强了，想吃油饭的，油饭太久了啦，太久，想吃喜饼，还是要先才早婚好了啦，大家都想走走。
对，再看吧，都有在，都就是有在计划，但还没有真的。所以也不能怀孕了、啊。嗯，因为有工作啊，所以这些都先以既有的必须要先完成的事情为主。哦，好。我们两个这么夯，可能有休息时间。觉得会有的，我们两个都相信会有的，但就是现在一样，就是先把手头的工作完成。那结婚纪念日要怎么过？快一个月了，十二月了，还没啊？今天十二月一号。哦哦，必须说应该大概在工作。对，应该是对啊，是在工作中。但是这像他们的日常，啊、就是，对，就是。你要回答。对对，好像我一样。分身，就是日常家庆小庆祝，就是一起吃吃饭啊，其实就是很日常的生活，吃吃饭、啊，喝点小酒，有没有礼物？礼物，就你会不会送个礼物给我？我觉得礼物这个东西就是不一定是一定要节日送的。过年有事？我在怎么过年？过年已经过过，不是？之前是然后第二次。应该就跟大家的行程差不多吧。我们人气是不是很忙啊？你跟婆婆熟吗？你有说要煮年夜饭吗？我本来我们家的习俗就是会准备每个人准备1到2道的年夜饭，在我们家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也是会一起。然后一起做。一起是两家合办。我们在三十秒，好吗？因为楼上还是一起，我不知道干嘛，我还要访。楼上干嘛？就是海外的。还要访到6点。真靠啊，真靠呢！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们可以，你可以接受师生恋吗？我比较难跨越那个有，就是怎么讲？如果他是老师的话，我就觉得他就是老师，就我比较难把他转换成就是。投射爱情的对象，就我看到他，我可能就是觉得他一直在找我念书，我可能就会想逃走。有一些升学压力。对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身份的东西我比较难转换一点。嗯，对。好了好了，刚好了，谢谢大家，热情的你们。刚刚所有人一起回过头，我真的觉得我超遗憾没有把你们拍下来。你们的频率是一模一样，连睁大眼睛的频率都一样。真的吗？你们所有人结果说什么？人肉，人肉。看跟胡宇威谁先？胡宇威是还没先。我觉得有可能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